12月10号，湖北武汉两名女子在天津庄开着沙滩越野车，在当地的某网红沙滩玩耍。突然失控，撞向了两名围观群众和一辆凯迪拉克。这两女子开始还在尖叫兴奋的，把安全抛在了脑后，直到撞人以后才反应过来，下车查看。所幸啊，两名伤者经查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听起来这只是一起交通事故，该问责问责，该赔偿赔偿啊，怎么就掀起了舆论的谴责呢？因为看视频你就知道，第一，这所谓的网红沙滩没有护栏呐，围观者就站在旁边，只要失控就是事故。那现在有些什么所谓的网红打卡地，不管是餐厅、景点、游乐项目，冠以网红之名，行的是敛财之实，责任抛到脑后无所顾忌。我们需要这样的网红吗？第二，这两名女子的表现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，玩归玩，玩到那种放肆狂欢的状态，伸着舌头尖叫着，笑得脸都锁形了。你是在开车呀，旁边都是人呐，玩成这个样子合适吗？看看当时那个忘乎所以的状态呀。事后辩解说是鞋子进水了，没踩住刹车，但看当时那忘乎所以的状态，恐怕进水的也不光是鞋。第三，网友质疑的是出这种事只是意外吗？场地的管理方、项目的运营方，手续是否齐全啊？运营是否合法安全呢？这起事故的背后有没有违法违规、漠视安全规定造成的必然呢？两名女子出事故，除了赔偿车辆和人员损失之外，两人有相应的驾驶的资质吗？昨天天津州的网红坑已经被相关部门管制，网红坑被直接推平填埋，伤者并不大碍，但上述问题仍然有必要问清问责。